展会上面，我们总共推出了8款的数位相机。在这8款的数位相机里面呢，我们分了3大的系列。一个是我们原来的 ST 系列 ，ST 系列我们在强调的基本上是我们的外形以及一些自拍的功能。那大家也都知道说，我们在去年推出双萤幕的机种之后，实际上在台湾造成热卖，所以我们在双萤幕上面，实际上我们更加强了一些功能，以及我们在 ST 系列我们有一些设计，实际上是那个7度的斜角，因为我们发现呢，实际上在7度斜角的一个自拍的效果是最好的。所以当你把相机放在桌面上，实际上它并不是直立的90度，跟桌面成为90度，它实际上它有一个7度的斜角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会让你自拍的效果达到更好。再来是我们的 WB 系列，这个是搭载15倍光学变焦的一个机种，同时它有一些情境或者是智能的滤镜，会让你相片的效果更加的多元化。所以实际上我们在 WB 系列是满足一些高阶数位相机机种的一些玩家。